各位亲爱的 CGN TV 的伙伴们，无论是电台的同工，还有台湾的伙伴，以及在韩国的大地教会的支持的同工们，谢谢你们。因为过去这七年来CGN TV 所带给我们华人教会还有华人基督徒，甚至华人的慕道友的所带来的祝福还有在属灵的造就上面，真的成了很大很大的帮助。可能各位不太能知道的，可是上帝都知道，因为你们做了很美的事情。我相信全世界的华人，若是有一个人得救，或是有多少人得救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透过 CGN TV 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属灵祝福，谢谢你们。希望我们再一次的继续向前，无论是八年、十年，甚至十五年、二十年，我们都一起来为主的工作，为神的国度来荣耀他。然后再一次谢谢你们，谢谢 CGN TV， 谢谢。